沙田城门河，河边就系有呢一座咁靓嘅文化博物馆、粤剧嘅文物馆。江湖嗰啲曲谱啊，公车何时散喺晒度啦？是1789至到1846年的收藏那些戏班的东西的记录，还有一个是唱龙舟的。当年那个佛山的戏班，要讲粤剧的起源。那些公仔呢都有讲做戏的。佛山祖庙是保持了个戏台在这里。你的戏棚呢是特别是用竹搭出来的，在棚的正正的对面呢就是做那个神功戏的主角，给他一路就是看这个戏了，天后诞，当然就是放天后娘娘了。粤剧呢是最尊崇这个华光大帝的，所以呢是在戏棚那里呢都有这个华光大帝的神位的。是六国的元帅，威风凛凛，背后插了很多令旗。这个就是元帅夫人，就手揸马鞭，骑着马送郎君，正引花旦就负责推车的了。咁呢一個咧，就係公駕表演坐車，都係好有公駕嘅，考曬腰。咁呢個車要啱啱好，又唔可以著地，又唔可以咧係太過咧高，要高。咁有好多學問喺呢度嘅。就是六王之中呢是王来的了，以他地位最高，由小生饰演的。戏箱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
汽箱外面通常都有寫了自己的名字做記認的，就不會亂鬥人的汽箱的。所有的花旦呢習慣都是自己是去梳妝的，一直還有一些劇本在這裡。最重要的就是這些貼紙了，面貼在面那裡呢是準備好面型修改啊，是戴一個頭冠啊，都全靠這些，都是用棚踩那些，一直都沒有變過。這個是叫耳搭，就是鋪在張椅上面。現在看到個背，這是坐的位置，那裡是垂下來，耳的前面鋪好呢，就是這個樣子。這件戲服就是海青了，鄧碧雲的海青和福如根，劇名旦吳君麗的車裝和她車的旗，飾演帝王元帥的大婆的男性就穿這件，這件叫做小靠，都是男士穿的。余佳先生捐贈林家星的大靠，方艷芬的披風，吳小妮的小古裝，嘉星演化蝶的時候的裝束。這套是吳君麗雷鳴金鼓戰嘉星的戲服，蘇州妹的戲服，收藏家捐贈的。劇都有道具的，這些加官條，這裡是镶了鑽石的一把線，這把是金鎖，另外這個呢是有個魔鬼頭的大刀。這些文物的藏品，劇本，這把紙柄劍是馮峰先生捐贈的，對象就是美國加州三藩市送過來的，用銀紙花接成的一把扇，做這段時間很喜歡送給一些粵劇名伶的。方圓著名的花旦，你認得幾多個？還有這裡就是那些小生了。當然方圓芬走浮回來呢就是圓歡，很多行家來慶賀。
前有房，高歌还头，风送情丝身，为我当情诗啊！其妻正是不为。